方向灯也打了，大家车速都非常的慢，就这样切过去了。后面，好，这个第一时间也是斥责这个驾驶，但是后面的车子就跟上来了，那就一直在阻挡前进。阻挡前进的时候，他当然他也喇叭按得很大声。谁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拿枪。这看起来是一个平凡无奇、平淡无奇，车速也非常的慢的，一般的日常开车。啊，这就听到导航的声音跟你说要靠右边，稍向右转。那你是不是就要打方向灯？方向灯也打了，大家车速都非常的慢，就这样切过去了。后面，好，这个第一时间也是斥责这个驾驶，但是后面的车子就跟上来了，那就一直在阻挡前进。阻挡前进的时候，他当然他也喇叭按得很大声，好，好，看到这里他不让我们车子前进，哈，我还没讲到这是谁的车啊，哈。谁？谁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拿枪。好，副市长，现在看到这里。经请示啊，检察官啊表示，请警方啊当天啊依法办理移送相关资料，我们在第一时间即移送新北地检署啊侦办在案。本案啊在我们查到案啊已立即啊跟地检署来取得联系。那地检署特别给我们指示啊，全案啊因非现行犯，所以移送啊。请立即将相关资料移送啊新北地检署侦办。啊！哎，先生，旁边停车一下哦。动动动！拦截尾部，拦截尾部，车号一。报告生死！报告生死！你报告生死！报告！我不跑。